版本的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抒情版本的，自己个人播很累，其实也还好，我觉得，就是人多的时候有人多的累，一个人播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累，就是不一样，他累的是不一样啊。来，准备好，太想念柔情版本，来。来，家们，在最后三分钟时间，我们人气票就往外丢一丢，争取拿下第一名，好不好？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眼眸一点一点点，回忆荡在耳边。那回不去的缘，命难得我真偏甜。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，甜蜜的蔓延。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，拉长了思念。在梦里吻的脸，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那爱过的心还在期盼再见一面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不然回首奈何何人已远。那伴奏都爆成啥样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感谢我阿秀姐。哎呦，今天的麦克风咋这么难唱啊？一点声音都没有哦。谢谢我阿秀姐，找个水来喝一下来。这么难唱的声音怎么唱？天天这么唱怎么行？来，家们，最后一分钟时间，我们人气票不要停。那你把音乐大声一点呢？谢谢阿秀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爱你一生。来，接下来的时间是礼物展示的时间，礼物展示的时间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刷礼物，我来跳舞来。最后一分钟，人气票一起刷上。好的，来，我来跳舞来给你们看。哇哦，这画面感太好看了吧，家人们！咋整的光搞个红很蓝色的光干啥？哎，太好看了，这个跟我的衣服就好配了，发现没有？太美了。来，还想看我跳吗，家人们？还想看我跳的话，我再来一个。还想看啊？今天那种异域风情的那个，再来一个那个傣滴，来，准备好。不行，这个不好听，还是刚刚那个吧。you
完美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个是什么礼物啊？练太极，你知道练太极需要内功，练太极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跳出来的，这个舞就是内功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的天哪！对，再来一首歌吧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啥都会来一点，但是啥都不精，啥都会来一点，但是我特别适合做主播，我觉得，这主播就是我能用上的18般武艺全部用上了哈，就这皮毛全用上了，家人们，来，掉人了，掉人了，家人们，不然我们今天播到9点钟吧，就算了，我们一起来。唱下个表演一个节目，我们排了什么节目去了？有排了一些什么节目？我们一起来个节目，好不好？什么节目啊？上次有一些什么？排了一些什么节目？问你，你要他来干啥？金柳为一块啊，不行，还有吗？4223，还有呢？你们排的节目都唱完了，已经9点了，是啊，已经9点了，家人们。有点累了，我真的。你们会跳什么舞啊？啊？古典舞，看看可以跟我的什么歌联合起来表演一个节目，好不好？古典舞，唱女儿情吧，我唱好不好？你们可以跳女儿情吗？来。你来是不是？来，准备好《女儿情》来，我跟小白老师一起合作一个《女儿情》。准备好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哎呀，这专业的还是不一样，家人们啊！这好瘦啊，家人们，我好像是有点胖啊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色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忘却不悔？好什么竭力轻归？只愿铁窗地久，好美，与我一中人尽相随，爱恋爱恋，愿今生长相随。美不美，家人们？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色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忘却不悔？怕什么竭力轻归？只愿天长地久，
与我一处人的今相随，爱恋意爱恋意眼睛深长相随。我的小白老师身材太好了，家人们。哎，为什么这么棒？为什么？来个对比一下，过来。我看看你的腰有多少？你要你这个是？咱俩差不多吧？我看一下是不是差不多？差不多吗，家人们？差不多啊，你看，我们一样的呀，都是这六人。那不一样的瘦吗？为什么我看去胖一点呢？一样的是不是？我俩一样，你多重？我爵士舞。那你穿这个能跳爵士舞吗？有点不太方便，但是也可以。跳爵士舞，跳个什么爵士舞呢？跳个 gentleman。跳舞啊，我俩一起合作呗。你多二十斤，我打死你们，我真的是。谁知道真相的谁啊，你这这么多二十斤的猪肉有多少，你告诉我吗？哦，大好大一坨啊，二十斤猪肉那么重吗？那么大一坨啊，哎，行吧，你多重啊？我93。你少来你啊，我还80斤呢，我。好吧，来，我们两个合作一个，唱这个，接着们呢？杰特们的音乐，我来 PK 你，预备，起！艾米老师来绑起来，告诉我。艾米老师现在也是我们彩虹堂的一位主播呀。绑20。OK， 来，咱们艾米老师再绑22啊，一起给绑22点点关注来。绑22在艾米，你要去开播吗？每天晚上11点。11点开播，好吧，去开播去吧，拜拜。9点半了吗？我们一姐。9:15。啊，怎么今天还没到9点半呢？来，给大家唱首抒情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，好不好了？来一首《听心》吧，好不好？《听心》送给大家，来，准备好。来一首《听心》送给大家，播间看啊。Are you ready？ 再来一个。来首《听心》送给。你们看到去艾米老师直播间看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来首《听心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。谢谢今天晚上的陪伴，2000万赞赞。闭上眼，我想看见你，屏住了所有的呼吸，我怕你做错了轨迹，做了心跳的标记。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总是让我挥之不去，忍不住探索了心底，为何你摸索了离去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依然停留在这无情里。我想再走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
闭上眼，我想看见你，屏住了所有的呼吸。我怕你做错了轨迹，做了心跳的标记。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总是让我挥之不去，忍不住探索了心底，为何你目送了离去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直播间，直播间我看一下，谢谢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啊、哦、我看一下。好嘞。来吧家人们，今天还能赶在我们的这个十万人之前我们下播啊，好不好？赶在十万人之前下播。嗯，什么了？怎么不到十万？那不是十万了吗？变天的，真的是。来给我看一下，今天我们生日的有一生有你三群的江山如胶，一生有你六群的思念成瘾，一生有你二十一群的永远歌，还有见星辰。来，是我们今天生日宝宝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明天可能休息啊、嗯、明天可能休息一天，因为我要出差，但是明天我会赶回来去办点事情。上午飞过去，下午就飞回来了，可能不一定赶得上直播了。然后就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觉得每次我都是被你们感动，包括大家给我做那个短视频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帮我做了短视频，那种话都写了这么长一段，我都经常帮我看的，就是看的我真的我都控制不住自己，嗯，然后我特别特别的感动，我觉得你们就是让我感觉到你们的心其实一直跟我是同在的，你们是感受着我的感受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温暖。所以不管咱们以后怎么样，我觉得就是有你们一帮铁粉陪着我，我觉得什么都不惧怕。我敢于去尝试，我敢于去创新，我敢于去追逐我可能不敢追逐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会坚持。2024年会一直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一直初心未改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一路陪伴，你没身材不好看，爱看不看？你不爱看，十万人爱看呢，是不是？你能代表谁呢？来，谢谢我。